长安十二时辰里面老被打，然后他们老笑，然后少年里面老被打，然后他们也很开心。我以为啊，就是我那段被打成熊猫眼，然后在床上讲我跟我妈那段，然后很感人。然后我看到有部分粉丝就看了就是很想笑，莫名其妙。什么粉丝啊？这个锅都是你的粉丝，好笑吗？谁？所以到底是为什么呢？我平常也不爱自拍，然后我也不知道发啥，所以，但其实我觉得我不发也没问题，因为我不发你们也打不着我，对不对？你们就是打不着。